直播吧。8月19日讯，据记者赵宇消息，神奇教练希丁克基本确定接手 U21 国足，他将率队参加9月进行的区境男足4国赛。这支 U21 此前由孙敬海带队，由97、98年龄段球员组成，球队的目标是冲击2020年东京奥运会。据记者消息， U21 国足的新帅基本确定就是希丁克，9月份将在云南曲靖进行三场热身赛较量。此次赛事共有四支球队参赛，分别是中国国家男子 U21 足球队、缅甸国家男子 U21 足球队、塔吉克斯坦国家男子 U21 足球队、乌兹别克斯坦男子 U21 足球队。比赛于9月4日至8日在曲靖市文化体育公园体育场举行。